小哥，你在干嘛？抓鱼啊。抓鱼啊。嗯。吃好多都死了，好不好？等下都被猫吃了。你不看着它，等下都被猫吃了。猫在那里面洗澡澡。刚才猫在那里面洗澡澡。出来。咋了，哥俩？那你两个人不干？俺娘现在把房贷嘛，你不就好个了，是不着？两个人之后就把贷房贷嘛，那个都有也讲一点，是不着？咱就是要有也没得事，又要去保护的呀，不现金东西的。小莫，你的鱼都被猫吃完了，糟了！看没剩几条了，你刚刚有多少？你说？不知道。你要知道我们家的猫很厉害的，好不好？你看猫在哪？猫去哪了？走了。都给猫吃完了。